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今天是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紧急的简短的报道，就是我刚才看，刚刚看到。 这个美国的电视台新 N B C 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是非常非常简短的，呃，这个内容呢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消息是非常非常爆炸的，就是呢，呃，TikTok 在星期四的时候不是表示说要将呃美国政府告上法庭吗？因为美国政府呢对 TikTok 的这个嗯、呃、禁令呢。 是要求 TikTok 必须得出售给美国的公司，TikTok 不可以，就是他 TikTok 的现在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不可以在 TikTok 里头有任何的呃一点点的这个所有权，必须得由全部由美国的公民来拥有这个公司吗？ 嗯、呃，然后 TikTok 这样一来呢，就使得 TikTok 和沃尔玛以及嗯甲骨文之间所签订的那个协议，也就是说由甲骨文和沃尔玛他们占百分之二十，而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占百分之八十的这个协议呢，被川普不喜欢，被川普给否了。 嗯、呃，那这件事情呢还在进展当中。尽管如此，嗯、呃、，TikTok 的字母公司字节跳动呢，可能是因为在美国方面呢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所以呢，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一方面表示说，呃，要对要到美国的法庭来起诉；，另外一方面呢，已经着手向中国政府申请出售。 呃，TikTok 的这个许可，星期四呢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同时还看到了美国当地时间，呃，星期四的时候呢下午，CNBC 有一个报道说呢，字节跳动已经起诉到了法院，而且呢，呃，法官已经做出来了一个紧急的、一紧急的呃命令。 要求美国政府，嗯、呃，有两个选择，二选其一，嗯、呃，一个或者是呢推迟对 TikTok 的这个封杀禁令，呃、第二个呢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呢或者向法庭说明这个禁令不能够停止的理由。现在的报道呢就是如此的简短，细节呢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字节跳动他们的。 诉讼请求是什么？呃，最终这个案件呢将会如何进行下去？这些呢都还不清楚，不清楚。所以呢，我跟大家做这么一个简短的、紧急的一个报告。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